输一个人和二十，我们可以用饥肠辘辘这个成语来形容。辘辘就像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声音。老师，我觉得你讲的有错误。什么？哪里错了？老师，人怎么可能有饥肠呢？所以应该是人肠辘辘。肠子是饥饿的饥，不是鸡蛋的鸡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可以配音国中文课，看动画学中文系列，喜欢请点赞哦。